老段，说实话，以你的能力当个团长，那是没啥说的。这要是跟着别人，你早就升官发财了。哎，别扯这些。不过呢，我也不后悔。不管咋说。 我跟着你这些年，我觉得干的这些事儿还都是挺有意思。行，你看那怂样子。行的，有你这话就行了。哎，这就算是我欠你的吧，老段，行吧？ 估计你下辈子呀，肯定能变成头驴。为啥？到那时候，我就能骑着你了。想想我就高兴。一样，我大笑啥呢？ 想好事儿呢，啥好事？红儿，嗯，我在后街第三个院子藏了两匹马，一会儿万一日本人真的进来，你引着你的就上那儿跑。一样，那你呢？我岁数大了，就不拖累你们了，咱分开跑，完了咱再张床会合。一样。 去救我的！